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olin， 今天为大家示范的三杯鸡，不晓得你喜不喜欢呢？其实三杯鸡是我觉得身为台湾人应该要学会的料理，除了它的做法简单，而且它的口味呢也被很多人所喜欢哦。不过传统的做法呢，用了很多的油、很多的糖、很多的酱油。那现在呢，大家因为健康的观念越来越好，而且我们口味比较没有那么重了。所以在调味料的部分呢，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跟口味去减量哦。另外一点稍微注意一下的是，以前会用麻油去爆香这个蒜头跟姜片，不过其实麻油本身不太耐高温爆炒，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把麻油留到最后加进来再拌炒一下就好了。那么这样不但可以保有麻油的香气，而且它吃起来会更加的健康哦。所以在做三杯鸡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注意以上几个小细节，那你的三杯鸡做起来就会更健康更美味哦。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三杯鸡料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